欢迎来到 Blender 几何节点教程。我们这门课程旨在向您讲解 Blender 中强大的几何节点工具。几何节点可以帮助我们在 Blender 中创建出常规建模难以达到的效果。几何节点拥有强大的功能和灵活的数据化建模方式，可以使我们构建出来的模型随时进行各层级的调整。相比于传统建模，灵活度大大增强，并且作为修改器，它也可以被应用在其他已经建立好的模型中，甚至利用几何节点还可以来定制属于你自己的专属修改器，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创造令人惊叹的三维技术。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具有一定 Blender 的经验用户，本课程都将为您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课程将从基本概念开始，逐步深入探索几何节点的各个方面。在整个课程中，我们将通过理论讲解、演示示范和实际练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课程主要分为两大模块，在第一部分中，我将向大家讲解几何节点的基础知识，包括几何节点的工作界面、几何节点的数据链接类型、几何节点的工作原理和各个节点的使用方法等，让大家对于几何节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第二部分，我们主要学习使用学过的几何节点来制作案例。那么在这个模块当中，我将向大家讲解超过10个由几何节点制作的案例，由浅入深，尽可能多地涉及到各个几何节点的使用方法。通过案例的学习，我们将更加熟练地掌握几何节点的使用以及各个节点在案例中发挥的作用。相信通过这套课程的学习，大家一定会对 Blender 中几何节点的使用有很大的提升。掌握 Blender 几何节点将为您的创作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现在就加入我们的课程，开始您的 Blender 几何节点之旅吧。